厂商给出的最终方案就是我们其实也不希望父母卖房，你也听出来了对吧？我听出来，但是父母现在还在坚持卖房，然后我们的吕律师现在也在那边做着他们的工作，我不知道吕律师那边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，就如果那个万一父母就是听不进去，然后说我就必须得卖房，那你们家我觉得就矛盾肯定会更大，对，这是我们特别不想要看到的另一幕，所以做出让步来了还不行，所以我们律师现在在上面跟这个父母在做着工作。另一方面，大姐，您知道您为什么这么痛苦吗？我的个人感受是，我觉得您自从出嫁了之后，您跟您的父母亲就没有做出一个分离。您看，您自从您跟您现任丈夫结了婚，您的孩子也好，也是由您的父母在带，然后您的一些经济，包括您的一些生活，也是跟父母分不开。从种种的这些行为来看，您跟父母并没有进行一个彻底的分离。我现在脑子特别乱。我现在给您的建议就是，如果您真的以后想要彻底的走向您自己个人的生活，我的建议就是您可以跟父母有一个分离。当然了，我指的这个分离只是经济上的哈，您可以照常去跟父母有一个情感上的这个关联，这个是没有问题的。我只是建议您要在经济上跟您母亲、跟您的父亲做一个分离，只有这样了之后，您才能跟您的丈夫一起开始你们两个人的生活。您的意思就是卖房呗？同意他卖房是这意思吗？这是我的建议，因为我觉得您要再这么痛苦下去的话，对于您将来的生活，对于您的小家庭特别不好，尤其是对于您的女儿也很不好。因为我知道您女儿跟您的父母关系很好，我不希望您女儿也处在将来您这样一个为难的地步。